我去那个洗手店有点害怕，洗衣机那边呱呱。大家啊，你们知道我的老公太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让他更舒服一些，鼓励他，支持他。但是我一直支持他啊，但我知是道，你是最好的。对对，但是我也想让他更开心一些，所以来，亲爱的，啊哈，我，这是你给我的咖啡。亲爱的，给你。从我手上夺开了，再给我。哦，然后这样，等一下，大爷的生不好意思，今天降温，外面12度左右。你觉得你这是让我享受大爷的生活，还是？没事吧，外面很冷，但是你这有一这种，儿很湿，所以我就这有一会。种大郎喝药吧，来，再给你弄一个扇子。啥都给你，我最爱的，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啊！我感受到了，就是这样。这个爱太沉重了。哦，这哦，个没事是什了，么？有风，开始刮风了。所以，女孩子们，你也要支持老公，让他更开心一些。谢谢老婆。对，我多么不容易，我好你热，稳住了，冷冻了。冷了，没有没有，就是为了拍一下这样。对，因为今天已经4月15号了，还有两哎14号，不好意思，我们总记错时间，14号，所以再有2天时间我们就解放了。你看，为什么我拿着手机，拿着手电筒，我的脸那么大，但是你的脸没有我知道为什么吗？哎，想起来公平了，对，现在没事吧？我一直觉得，好漂亮，我还是漂亮啊，好漂亮，我知道，我也是这个样子。来，要说出来，因为今天天气很冷，我们两个对，所以我们比较无聊，不，主要是懒，不想动。最近真的有点累，尤其是昨天啊，打扫了半天打扫了，然后也要学习，也要对，其实我老婆比我更累，我只是负责打扫，她打扫完了之后还要继续学习上课。你的身体更累，我的脑子更累，对，所以一共我们俩都很累。嗯，而且现在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办法去2楼，对，没办法，我们只能在被窝里面啊。这个不能给大家拍吧，我们在被窝里面的生活。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ins 的事情。然后一会给妈妈视频的时候说一下，看一下怎么做鸡腿。今天的鸡腿我做的知很道，棒，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没有妈妈做的好吃。你哪儿知道啊？因为我吃过妈妈做的。你不嫌弃我吗？相信相信，会带你的脸，男人的脸不可以随便乱打。你的皮肤好棒，为什么我没有男人的皮肤？吃好睡好，你看我每天很健康。不，主要是因为我老婆每次上完课之后就很累了。我喜欢熬夜。我10点多或者11点的时候就已经，对，但是她每次3点了，老公，我要上个洗手间，老公。我饿了，我一看，你说到了现在的情况吗？现在在这里的情况吗？我以前在那里，但在这里你，因为现在我去那个洗手店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又很黑，而且有一些动物，你们知道，啊，我又到了那个，对对，然后其实洗衣机那边，呱呱呱，觉得你来出来。然后有这些鸟，那些鸽子，问问来了乌克兰，问我你们是不是吃鸽子？很肥很肥。啥？我觉得那时候，该怎么吃它们呢？但是现在我看到了它们多么肥，所以我想再理解理解。对，更好吃，很好吃。很好吃，那为什么还没抓住它？他们回家睡觉了。我现在是火火的，是先头一动，所以大家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
不要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出来，我替大家原谅你。大家，大家会看我们的视频会一直我，但是没事吧？因为我现在只有我的手拿着手机，而不是那个棍子。对，厉害。大家再一次不好意思，因为真的还没有很好，不是特别好。努力加油。所以如果我说这个那个。你们懂我吧我们要向妈妈学习，妈妈很简练，每天拍视频。哦，妈妈好像那个军记者，形象记者，或者记者，或者那个军人对，今天的报告还是什么，每天向大家报道一下。我最近的话妈妈会比较懒一些，妈妈说太冷了我要睡觉，太冷了对、啊、我要休息。对，这个天气也会影响到妈妈。对，妈妈向大家问好，虽然大家看不到妈妈，对，以后赶紧来看一下。妈妈从来没有拍过那么多视频，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她来说也很不错的经验。主要是妈妈生活太无聊了，因为现在的话都在隔离。对，我们在那家酒店待着的时候，也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拍的，比较无聊。所以等妈妈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就是我们的很轻松的，现在很轻松的生活。对，有电视机遥控器，没有电池，没有办法看电视。哎，就是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很甜，酸。酸甜苦辣咸。酸甜苦辣，对，咸。麻辣。来个麻辣烫就好。太辣了我的皮肤不行了。好的。谢谢大家看了我们写了一期。怎么说，谢谢大家忍得住我们对对，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受得了我们因为大家可能是在看我们的视频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妈妈，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又蹭妈妈流量了，看看这两个不要脸的对啊，真是还要等着一会儿，对，妈妈快要来了，大家会应该更开心，他们更喜欢看妈妈。我也有一个粉丝，昨天给我们发信，我记得有一个牛的给你发消息，不，很喜欢你们俩，尤其是希望，应该是这样的。不要告诉他这些事情，不要夸奖他，他会骄傲的。但是真的很帅。对，这个大家说就行了，这个是实话，自卖自夸你要告诉我漂亮哦，你好漂亮啊！等一下关了大家拜拜我们要走了